朋友们，这里是2013梨园春花儿朵朵开少儿戏曲夏令营的报名现场。这个夏天啊，是完全属于孩子们的。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小朋友要在这里共同度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夏天。我们的夏令营马上开营，孩子们准备好了吗？大家好，这里是孩子们的游乐园，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那孩子们呢，就是在玩耍当中等待着他们的上场时间。你们那边小孩子经常又摆暑期的戏曲夏令营开营了，我们的口号是亲子励志。我们希望小朋友不仅在梨园春的舞台上能够开心的唱戏，还能够通过和小朋友之间的合作，通过和家长们的交流和主考老师的沟通，感受到更多爱的阳光，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让这些祖国的花朵都能够绽放健康快乐的童年。朋友们，这里啊就是家长等候区了。那过一会儿节目开始以后呢，我会和每一位家长在这里通过大屏幕来观看孩子们现场的表现。亲爱的朋友们，这里就是我们的夏令营选拔表演区了。每一个小朋友将在这个舞台上独立完成他们自己的表演，三位主考官呢将针对每一位小朋友的表演进行实时的点评，最终亮起两个以上春华的小朋友将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少儿戏曲夏令营。哎，老师你好。你好。我和宇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宇宙是否有尽头？时间是否有长短？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未来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我杀了你！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不是来做评委的，是来学习的。花儿朵朵擂台赛呢，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暑期节目。现在全国都知道我们梨园春是出童星的地方，这一点我作为这花儿朵朵评委呢，我觉得挺骄傲的。李老师，哎，你好，欢迎来李元春。你好，你好。我俩没闹懂什么是静，什么是追，哎，也就没分清哪个是追，哪个是静。不是，所以说静静追追追追静静，这个静追，你明白了吧？今天啊，是带着一种考试、学习，更带着一种为咱们祖国的戏曲事业能够更加辉煌，评选出真正的小明星。孩子们都在哪儿啊？都在这儿。都准备好了吗？有信心吗？宝宝秀梨园春暑期特别节目花儿朵朵开，我们的节目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既然是我们第一季的花儿朵朵开，今年哈，那么首先呢，当然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在座的各位指导老师。那么第一位是我们国家的著名的相声演员，当然也是著名的演员，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静就是静，追就是追的李伟健老师，欢迎李老师。好了，那么第二位啊，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秀才，真正的才子，著名的演员，当然也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是咱们同行于恩泰老师，欢迎于老师。好了，那么第三位啊，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程派传人，也是我们梨园春的老朋友，我们资深的评委刘桂娟老师，欢迎刘老师。今天除了三位主考的老师之外，我们还特别为我们的宝宝和家长们请来了一位辅导员，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博士，著名的幼儿早期教育专家罗静女士，欢迎刘老师。
好了，那么介绍过我们的各位指导老师，包括我们的心理专家之后，当然也要介绍一下一如既往支持我们梨园春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哎，有很多热情的观众来到我们的现场为小朋友们加油，是他们分别是调出好味道大乔基金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河南省全县同业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朋友们，大家好。好了，这个我们的花儿朵朵开已经举办了好几季了，其实每一季的这个小朋友都可以说是精灵古怪哈。那么今天我们又会有哪些小选手来参赛呢？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组小朋友。我叫龚璐瑶，我今年七岁了，我和弟弟的关系可好了，我们经常一起跳舞唱戏。今天我来比赛，妈妈和弟弟都来为我加油，我会努力的。哎呦，七岁了，你看这声音特别甜哈、啊，最起码得是三个加号以上的那种，啊，特别甜。但是就是我就特奇怪，你怎么能发出那种啊的声音？你这样，你再用刚才老包的那声音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再听听。大家好，我叫龚璐瑶，我今年七岁了。哎呀，天哪！你看，这人把三位评委吓坏了。家里除了你之外，别人也好这花脸这行当吗？有，我弟弟唱戏唱得非常好。娘哎，你弟也会这个？除了你弟还有谁啊？我妈。你妈也喜欢唱花脸？跟叫上我认识认识。你们这俩都喜欢唱花脸是吗？哦、是。是哈、啊，那这样我们给我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弟弟先来，我说你唱得特别棒。来，我们再听听妈妈的。我特好奇您啊，这么一淑女怎么能发出这种怪音来啊？臣驸马休要，休要性情急。就咱们这豫剧这花脸这个发音哈，跟一般的咱们其他这个，比如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这花脸发音都不太一样，就这声音从哪儿出来的？我特别想问你。就屁股这块用力，就像解大便一样。孩子，咱们探讨的是一个艺术的话题，啊，这个你再说一遍，靠哪儿用劲？屁股这块用力。伟健老师试试。我还真得找找这感觉，我没唱过豫剧的黑头，就是屁股使劲往下坐，咔！我不成，不是那味儿，对吧？包柴头啊，不成不是。啊，戴老师上海人啊，嗓还挺。我南方人，江西人。啊，江西人啊，没有这种北方豪迈的，但我能理解他的这个共鸣。屁股使劲，我试着，我试试啊，我试着念念花儿朵朵开这四个字。花儿朵朵开，预备起。花儿朵朵开。
老师，你点评一下，是恩泰老师唱的好，还是伟健老师唱的好啊？恩泰老师唱的好。为什么他唱的好啊？他有一点那种感觉。我到现在我没找着这黑头的发音方法啊，真的挺难的啊。下次我得跟这个路遥好好学习，下来我拜你为师，好不好？好。收这个徒弟吗？收。哎，收啊。哎，真好。在学习上不分岁数的大小，谁有能力谁就是老师。从今天起，路遥就是李伟健的老师。哎呦，真好。我们姐姐呀，是一个有很好天赋的一个女孩。嗯，她会很快就能调整。嗯，一个大嗓一个小嗓，包括是这个旦角跟花脸的这种变换，其实是很难得的。她非常聪明。对，我其实看她的眼神也是训练过，哎，非常活。哎，就像花旦的一些动作啦、灵气儿，他都具备。嗯，他给我看到了孩子的，可能性。嗯，我们以前在学校演小品或者是交作业的时候，都根据自己量身定做。对，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启发就是，其实有时候可以挑战自己。嗯，他们的确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这个态度很明确啊，而且认识很一致。嗯，一、二。来，哇！恭喜顺利过关。好了，来去取一下你们的入这个过关通行证哈。首位选手以独特的嗓音成功晋级，不知道接下来上场的小选手们能不能蒙住三位主考老师，顺利拿到晋级通行证呢？大家好，我叫李玉正。今年三岁了，我家麦子玉今天三岁了。我是个小美女哟，我喜欢骑自行车，还喜欢拍照，还上大舞台。还知道点评啊，丹尼啊，今天啊完成的挺好的。四岁的孩子能把这些词背起来就很不容易，嗯、身上呢还有动作，有虽然有点顺撇儿啊，对，开始哈，哎，对对，但是他有这个意识，嗯，孩子有空间再多学几段，哎，下次来呢就可能就更丰富了。这个才三岁小朋友，他能够那么关注的这个看着这乐队跟着他配合在一起，其实换我三岁，别说三岁，我九岁我都做不到这点。这个做的这个专注，希望你以后学更多的剧目之后再来到我们这儿，我们再给你打分，好不好？好，让爸爸抱下去给买一个冰激凌。今天表现很好，继续努力，再见。谢谢叔叔。谢谢刘阿姨。谢谢刘阿姨。谢谢李爷爷。谢谢李爷爷。
你看，我是哥哥。好了，咱们今天表现的不错。我是中美和记的田园，今年8岁了。我喜欢中国的饺子，也喜欢美国的汉堡。我喜欢中国的戏曲，也喜欢美国的 rap。 我今天来梨园春是来学习的。Today I came to this show is to learn. Hope everybody likes my show. Thank you. 好，桂娟老师给翻译一下。这北京话说得好，这啊。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外国血统吗？我爸爸是美国的。妈妈呢？妈妈是东北那旮沓的。哎呀妈呀，你还会说东北话呢？那必须的。哎呀。越说越来劲儿了，那你会说河南话不？俺唱的总不总啊？哎呦，他刚才演唱这段几乎就是串烧的歌曲，孩子呢很漂亮，也聪明，我觉得如果说是你想唱戏曲的话哈，还是要专一。我倒觉得我跟桂娟老师的这想法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他年纪小。就他什么都去挨着一下，他也许能尝试。听说你也把这个英语的这些元素加到咱们戏曲当中去了，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我觉得不错，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你唱英语啊，乐队的老师不知道你是哪句挨哪句。你那个翻得真好，说谁说女子不如男啊什么的？他说这什么为什么对仗吗？他说的他英语是为什么我们不能 make sense？ 这个 make sense 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美国用法，他就自己。转了这种文化的语境，所以我觉得不生硬是吧？你刚刚就绝对 make you absolute sense。在美国这种文化下，他孩子更善于去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其实这个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警示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小孩，建立自信的方法是很单一一个维度的。譬如说上学，就是你学习好，那我就认为你好。
但他告诉我们了一个，就是在我们看待孩子成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多维度去看待孩子。有些孩子可能身体很棒，我们也认为他很好；有些孩子智力很高，我们也认为他很棒；有些孩子的心理素质很好，那我们也会认为他也是很棒的孩子。我让你过是因为你有晋升的空间，但是你要努力，这一点你要有自信心，好不好？我让你过 ，trust yourself。谢谢老师。哎，谁说文化没有各种各样的诠释的方法呢？也别担心，大胆去试吧。英语唱中国的戏曲也很了不起，我给你过。我要是让你过了，我有一个要求，你下次啊要用河南话好好的演唱这首《谁说女子不如男》，行不行？行，过了。谢谢老师。冠名播出的梨园春，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国首档亲子励志戏曲宝宝秀《梨园春》暑期特别节目《花儿朵朵开》。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小刀电动车和金星新一代的大力支持。我叫周家宝，今年七岁了，我的爱好可多了。今天我参加梨园春夏令营，我会玩的更快乐，唱的更好。我来。唱戏眼睛很重要啊，你的小眼睛没完没了的眨吗？把这个毛病要改掉，继续努力啊。我叫刘小文，今年四岁了。紧张啊？紧张吗？紧张，比孩子还紧张。是的。让你经常来啊，跟老师好好学，多会几个选段。这对绣鞋是个名段，你唱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努力啊。很棒，小朋友。我叫胡文杰，今年八岁了。来，给你的女儿鼓掌啊。你就是有时候节奏上啊有点小问题，跟乐队老师啊有时候不是那么合拍。再学两出，因为我觉得你还有能力。好，再见。我叫王晴，我七岁了。这需要是联系几个咱俩的协会。今天这身衣服也很漂亮，也很适合。我自己给他做的衣服。哦，自己给他做的。哎呀，但是有的时候板呢，唱的不是特别的准，是吧？有的时候赶前赶后的，然后呢，多练一练，下去再下下功夫，好不好？好。下次努力，再见。再见。好。我叫杨德宇，我今年五岁了。觉得你唱得不错，但是还需要，你比如说你的口齿还需要再提高。因为什么？你现在声音不小，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字容易声大，但是后边的字有时候听不清楚。我们希望你继续努力，有机会再来梨园春，有没有这个信心？有。好，下次再见。几位小选手的连续失利，无疑给后面登台的小朋友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哎呀，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欢迎曹冰洁小朋友。觉得学习好玩吗？挺好玩的。我们一起给冰洁加油鼓鼓劲好不好？来，加油，加油，冰洁，去吧，加油。时间了，一年半了吧？一年半，哎呦，一年半进步很大啊！哎，为什么要学唱戏呢？因为我哥哥住在医院，我妈妈自己给我哥哥挣钱也不容易，所以我要学习给我哥哥挣钱。这哥哥为什么在医院里啊？是生什么病了吗？从2010年初开始。每个周末都会在新郑市中医院的走廊里看到一个瘦小女孩的身影，她就是8岁的曹冰洁，轮椅上坐的是她23岁的脑瘫哥哥。如果我哥哥不生病的话，他肯定比我优秀。因为哥哥的重病，使得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所以曹冰洁要比同龄的孩子懂事的多。我哥哥唱歌跳舞吹唢呐什么都会，而且最爱看梨园春。每次我回医院给我哥哥唱戏的时候，我哥哥都说我唱得特别好听。为了照顾儿子，冰洁爸爸已经丢掉了吹了20年的唢呐，家庭的重担都压在了冰洁妈妈一个人身上。我可是天天在医院里疼着扭扭又那么小，我现在我心里就很难受。我有啥时候高兴的时候，我只有上舞台那一会儿，上去唱戏那一会儿，啥都别想了。这时候我都感觉戏曲这一会儿救了我。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学习，每天就给我哥哥唱戏，希望他能早日康复。以后我们两个一块儿去梨园春打擂。真了不起，真是。
其实今天冰洁的妈妈也来到我们现场，来，冰洁的妈妈。16岁一次意外造成儿子成为一个植物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有多长时间了？现在到现在？到现在将近8年了。妈妈说，冰洁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小妹妹，因为哥哥有这样的状况，爸爸是全程在医院照顾哥哥，妈妈负责挣钱养家，所以冰洁从来都没有给妈妈要过零花钱，是这样吗？是。我的孩子很懂事，妞妞，我每次送他上学的时候给他零钱1块钱他都不要。平常给他买过新衣服吗？没有，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就今天上台整衣服也是给他借的，平常穿的都是借的衣服。这个生活过早的压在一个孩子身上，让我们看到特别心痛又心疼，但是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生活给你的压力，你那么阳光而且很细腻，他的动作等等，如果不说他的经历，我们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已经唱得很好了，你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戏曲演员呢？你想把这个当成自己的职业吗？是。这而且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我先把我这票给你。你哥哥已经恢复得很好，他有笑容有反应，这是一个多大的奇迹呀、啊！坚持下来，我们哪一天坐在这当评委能看到你跟哥哥打擂，这不是一个神奇的传说，有可能我们几年可能就能看到。我等着这一天，我冲这个跟你约定好，今天我把这票给你，你好好唱戏，为哥哥为家庭。我觉得作为这个冰洁的父母，我认为你们很出色，因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让你们付出了很多常人想不到的那些困难啊，你们也付出了很多自己的精力和财力，但是我想作为冰洁的父母不能每天都泡在眼泪里，你们不仅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这么出色的女儿，那么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我觉得你们也要阳光起来，你们也要树立信心。其实我想说，我给冰洁这一票并不只是她唱得好，同时也是父母教得好，你们培养得好，再有一个，我这一票不是怜悯，是对冰洁懂事儿、唱得好，也是一个阳光型的女孩，我支持她，给她。冰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心理能量，让我们所有的人都震撼了。他有信念，他就会快乐。所以我希望冰洁，只要坚定你的信念，一路阳光下去，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从你那里学到快乐。真的，冰洁这么小年龄，她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比我们现在成年人遇到的可能都大，但是冰洁勇敢地面对，你看在片子中一直露着灿烂的笑容，你快乐，你才能够把快乐传递给你的哥哥，我们向你学习好不好？继续加油，笑起来都漂亮。谢谢。祝贺冰洁3票通过。加油，好棒。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国首档亲子励志戏曲宝宝秀梨园春暑期特别节目《花儿朵朵开》，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小刀电动车和金星新一代的大力支持。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I'm from Singapore. You know, I'm the best and the coolest.在这边玩我很开心，因为可以玩足球啊这些的，还有各地的小朋友们。我从小就有梦想，就是可以上电视。刘大哥讲了话，你
偏戏说女子像庆仙，男子大丈到边关，女子奉旨在家宴。好，把天气装低，夜晚来方便，不分昼夜，心情把握干，将士们才有这个吃和穿。你要不相信啊，请我的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千真万确个都是他们练呐、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见，为国杀敌是大代贡献，这女子们哪一条不如男呐、哪有情感呢？哎呀，我得填着。你唱完了吗？我唱完了。你唱完了哈、你唱的这是什么知道吗？花木兰刘大哥讲话。那你这样，你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行吗？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吧？这么有特点的一个刘大哥讲话。我叫郝清瑞，今年7岁，来自新加坡。这个在新加坡看得见豫剧吗？有啊。哦，新加坡也有俺们豫剧啊。因为妈妈从中国带到新加坡给我看。那你觉得豫剧好听吗？好听。好听哈。那你这一段实际上就是妈妈教给你的，对吧？嗯，她唱的不是豫剧。哎。她唱的后面还自己还把书本都改成 rap 了，有点 rap 的感觉哈、然后你回到外国，你好好学中文。好好学唱戏，就桂圆姐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们这段唱的不是特别成功。人家没唱豫剧、人家唱的就是随心所欲。我理解，我想怎么唱怎么唱。哎，我们在这就是天性解放了、来参与了，其实就很重要了，对不对？我们来这参与就很厉害了。程程，你跟他在一起，说实话，人家比你淡定。你看您这姿势，一直审视的眼光看。我才发现，兄弟。把手掏出来，他爱插兜，他从插兜开始，照唱完跳完之后才插兜回去，他有一个表演的完整性，从头至尾风格如一，这就叫性格，我觉得挺好的。对，虽然他唱的不是豫剧啊，但是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孩子，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多回几次咱们的河南，多回几次郑州，你就唱好豫剧了。中吗？中。走啊！走行到龙井，斜照走，就是，然后再让老师呢给你声音捋捋高低呀、抑扬顿挫啊，那样你会省劲儿，就不会这么累。但是一开始好像节奏控制的不是特别准，是吧？有点抢那个，有点抢了，然后乐队还没到那儿，是吧？你就开始唱。我们这个很健壮的小胖妞，我一看见你呢，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也这么胖，所以有气力，他气力很足，所以他高音啊什么不是这么费劲。灯一亮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就注意到他的眼神发光，然后很泰然的把这个唱词给唱出来，而且音准呢各方面都很不错。今天表现的还挺正常的，就是高音区我觉得是有点吃力。我们表个态，继续努力，
好好学习。再见，孩子。一组组小选手离开了这个舞台，但是他们依然会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因为梦想的魔力会把人凝聚在一起，而他们就是被梦想凝聚在一起的人。小朋友实际上就是为了圆一位小朋友的梦，就是我们这位扮上戏的花木兰。来，我们有请彭老师。我们让这个李丽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位小花木兰。因为刚才我们大家发现了啊，这位小花木兰是表演，是后面的小朋友在帮他配唱。来，我们请问问老师，我们这位小朋友什么样的梦想？因为这个小朋友他的嗓子就是出现问题了，小结双侧小结水肿带充血，然后但是我就劝他妈妈，我说不要学了，我说小孩子这么小嗓子都这样子，你学出来怎么办？他妈妈说，他说李老师，我的孩子真的太喜欢戏了，我一看这种情况，再加上这个孩子很执着，他比其他小朋友都执着，就是说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他不练唱，因为看完医生之后让他晋升，再苦的药他照样吃，笑着吃，完了之后打针从来没有说妈妈我不打了，妈妈我嗓子能好吗？好了我就打针我就吃药。所以现在我们还属于第二阶段治疗，医生说晋升期最好不要唱戏，说话也要小声一点，要保护嗓子，但是呢非常想登上梨园春的舞台，所以同学们就共同圆了他这个梦想，我们来表演，然后小朋友们同学们来演唱。那孩子的声带一定要注意，就有的时候小时候大家好像觉得无所谓，小孩嘛喊几句呀、唱几句让他练啊，让他喊嗓子都觉得好像没关系，其实不是，我们声带是肉长的呀，我们不是机器，在这一点上家长提示家长要爱护孩子的嗓子。你看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虽然你不能亲口的开口唱，但是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在陪伴着你，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孤独。高寒，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你很幸运，因为你有这么多了不起的同学在陪伴你走过这个很艰难的路程。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孩子们体现了一个特别真诚的品质，叫共情。什么是共情呢？就是我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他的感受。很多小孩子是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的感受的，因为小孩子大多数时候是自我为中心的，但不是我们成人说的自私，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我，没有别的存在。但是他一旦能够意识到还有人跟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可以有了什么样，有了一种去体恤、去关心、去爱，就这爱就是在共情的过程中传递出去。我这么多同学和你一起上梨园春，你高兴不高兴？你就小声地告诉我，不要那么大声。高兴。哎，其实快乐最重要。今天和同学们一起登上梨园春的舞台，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小小梦想的第一步。现在的人呢、你现在都不说话，
是为了将来更加的响亮，一定会有一个漂亮美好的未来。我们今天看到你的是形体表演，还有你漂亮的服装。下一次在不远的将来，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在梨园春的这个舞台上听见你放声高歌。我叫张学可，今年八岁了。当当当当，看，这里就是我的家，很整洁吧？这些都是我的功劳。别看我年龄小，但我最喜欢的就是帮老妈干家务，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忙，我很愿意帮他们干点啥。干完家务，我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妈妈的凉皮摊上帮忙。常在这里吃饭的叔叔阿姨都认识我，偶尔还会让我唱两句戏。姓王爷帮我织个长寿星啊！今天我终于登上梨园春的舞台，我的梦想实现了。声音的这种这种力度的把握都挺好的。我觉得他呢，他做派特别好，就是他，比较专业，一招一式唱的呢也算完整。我们的选择是，给你做了，恭喜你，来，这个晋级牌。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该到抽奖的时间了。那今天的抽奖呢，跟以往又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我们今天是从所有的第二现场的小朋友当中来抽取我们今天的幸运观众。好，我们看看哪位小朋友这么幸运。来，我们一起让我们的号牌转动起来。来，三、二、一，停。
大家回到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国首档亲子励志戏曲宝宝秀梨园春暑期特别节目花儿朵朵开。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小刀电动车和金星新一代的大力支持。欢迎欢迎张红岩小朋友啊，这个妈妈不相信吗？我挺过来的啊，我没上过。你先评价一下你女儿唱的怎么样？我唱的不赖。希望你能够成功啊，加油加油。哎呀，给妈妈也记着。好，我和妈妈就在这儿看你的表演了啊。喜欢妹妹的这种表演吗？喜欢。投入的小姑娘，我已经见识过了。接下来呢，我也想大家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我们生活中的张红岩。她叫张红岩，是一位来自河南淮阳的农村女孩。在她4岁的时候，父亲便因一场重病不幸离世，撇下了母亲孤苦一人，带着年幼的张红岩及年长她10岁的哥哥艰难度日。为了常年疾病缠身的母亲和有着与生俱来的戏曲天赋的妹妹，懂事的哥哥只身一人远走他乡，踏上了艰难的打工道路。为了我妈妈和我妹妹能够过好，我感觉在外面受再多的苦再多的累，感觉都是值得的。在你的心目中，哥哥是个什么样的哥哥？哥哥是我的最好的哥哥，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对我的好。你喜欢唱戏，哥哥对你唱戏这个事儿他怎么看呢？他一直认为我学得很好，无论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哥哥都会鼓励我，让我坚强学下去。正好前一段时间麦收，哥哥还专门从外地赶回来，因为妈妈身体很不好，其实农活妈妈也承担不下来，所以哥哥专门呢从外地向老板请假回来帮妈妈干农活，正好赶上这次我们这个红岩来打擂，今天哥哥也来了对吧？我们请哥哥上来好不好？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大哥哥。看妹妹上电视唱戏什么感觉？特别开心，特别开心，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妹妹说你特别支持她唱戏啊？对，我特别支持。嗯，然后每次看到她唱戏时，感觉特别的开心。然后，非常支持。我只希望她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然后完成她的学业，完成梦想。只要以后他生活过得好，我怎么样都是值得的。我对这个家庭呢，我很尊敬。虽然妈妈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你养育了两个好孩子，因为哥哥，啊，懂得男人应该肩负的责任。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爷们儿，男子汉。
有时候我们经常在想表演在表达什么，其实表演就是在表达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所以作为一个这么小的表演者，他的生活中的经历其实也是在丰富他的表演的感觉，所以不管他能不能做到小擂主，我觉得他现在有一部分是很幸运的，也就是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安慰他的家里人，用表演，用戏曲，用他对生活的热爱温暖自己的心。其实真的今天能打动我的就是哥哥跟他说你要快乐的生活，看到你在舞台上我很知足，这是一个普通家庭，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出来的一个最让我们感动的话，既平易但是呢又感人肺腑。姑娘今天演得很好，这点我先给你肯定，舞台上你表现得非常好啊，很认真，声音也很嘹亮，将来也是一个好苗子，在舞台上你尽情地去发挥，在生活中放下所有心理上的那些压力，我们好好的面对未来，这样对你的艺术前途都有好处。哥哥给了妹妹特别好的一个信念，就是你要快乐，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爸爸去世了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最重要的就是爸爸的功能，他跟孩子在一起去游戏去玩，跟孩子一起寻找快乐的这个功能可能会稍稍减弱一点，所以我们的哥哥不管你有多忙，不管你有多累，请希望你每天都给你的妹妹打一个电话，不要问她你学习好不好，不要问她你今天乖不乖，只需要去听她说，宝贝儿，妹妹你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跟哥哥说一说，哥哥就想听你说话了。如果是经常的这样联系，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给妹妹带来啊，我们说父亲功能上的一个缺失的一个补偿。咱们中国老有句老话叫做长兄如父，你做到了，你很棒，妹妹很知道去体贴和心疼妈妈，我觉得你也是一个称职的好女儿，知道去努力，知道去感恩，也是一个好妹妹。一家人继续努力，我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的。祝福一家人，祝福。来，我们看一下三位评审，你们的意见是：三票全部通过，来领取你的通关卡片。很多人老觉得演正剧难，演悲剧难，其实喜剧很难。喜剧这节奏，这个就像螺丝钉和螺丝帽似的，它得卡得很紧。青春气儿挺好，入戏也快，出戏也快。马上出戏之后，哎，脸变得特别特别闪烁的，马上就变回来了。所以我还是觉得不错的。我们表个态，我就给他一个。嗯，好，不错。再见，孩子，继续努力。精心准备的喜娃组合未能征服三位主考老师，同样以组合出现的他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紧张和压力。我们是牡丹组合。
俩他们仨长得还有点像，差不多，都是圆脸。对对。老奶奶啊，刚才演得特别不错。这样吧，这个三位啊，我是应该叫你叫阿姨啊，还是应该叫姐姐，还是你叫妹妹啊？啊，叫妹妹啊。好，那三位妹妹，好家伙，我跟你们平辈了。听说你们有个组合，组合叫什么名字啊？牡丹组合。不是，听不清楚，太乱了啊。牡丹组合。一个一个的说，一人说一个字儿啊。什么组合？我。你呢？一人说一个字儿，到他说俩哈，牡丹组合，对不对？听说你这牡丹还都有色儿，对吧？黑牡丹是谁啊？为什么你是黑牡丹啊？它本来就是黑的。什么东西？它本来就是黑的。啊，它要长得黑，对吧？对啊。啊，白牡丹是谁啊？你为什么叫白牡丹啊？因为我特别白。哎，我妹妹。妹妹，咱们说话能不这么扭捏吗？啊啊，白就白吧，不用这样啊，特别白是吧？那你是什么牡丹啊？红牡丹。你为什么叫红牡丹啊？不知道，因为在这里面可能你最红哈、啊。那行了，那这三位牡丹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叫牡丹组合？因为我们都是牡丹。什么玩意儿？我想问一下，妹妹，你会好好说话吗？站直了说，啊，就站直了，把这俩手放在俩腿边上说，为什么叫牡丹组合？不许乱动啊，那个扭捏、那种妖娆、那种八道弯都不许要啊。这个为什么叫牡丹组合？因为我们都是牡丹。哎，那再动着说一个，为什么叫牡丹组合？为什么叫牡丹组合？因为我们都是花牡丹。哦，那再静着再说一个，为什么叫牡丹组合？牡丹。那再动一个，再说一个，为什么叫牡丹组合？一二三，为什么叫牡丹组合呀？因为我们都是牡丹。你瞧瞧，我跟你讲，天生就是干这个屁的啊！我想问问丹丹们，啊、这个你们这个，我很好奇啊，因为我在去表演的时候，我经常犯一个问题，我老走神儿。我去演戏的时候，我老走神儿。可是我发现你们刚刚演那么长一段，你们三个人极其的投入，没有一个人开小差的。对，你们在演的时候不想别的事儿吧？不想，不想。你们知道他问什么意思了吗？他上舞台演出，他老飘神儿。哎，他懂。你们刚刚演完之后，你们现在回想起来，你们觉得你们刚刚演的好吗？知道。不知道，都忘记了，都忘了。这是天生的好演员，是吧？就是演出的时候不走神，哎、演完了之后全忘了，这就是好演员的标志。没错，三个小疯子，小疯子，三个小疯子，疯子挺可爱。哎，今天啊，这三个小朋友没有多少做作，挺好玩、哎、很本色。我们就喜欢孩子是这样的、哎，我们不喜欢那种人造出来的，哎、就是都是很做作，笑容都是一样啊，那种就没有多少空间了。嗯、我们需要。这种他们听得懂吗？像我这么说呀、啊？我想问一下，桂娟老师说他们不喜欢那种人造的、做作的，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不知道你们瞎点头什么呢？在这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活蹦乱跳的老太太。哎。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嘴碎的、这么多零碎动作的老太太。我就想说一个你们能听得懂的。哎。仨老太太，我能亲亲你们吗？哎呀，来，哎呦，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对，来要亲亲老太太们啊！来，先亲亲这个黑牡丹。
再亲亲白牡丹，再亲亲红牡丹。稍等，李伟连长，别走，您蹲下，三位老太太再亲亲这老头一下啊！来，预备起！哎呦，哎呦，哎呦！知道为什么愿意来李元春吗？为什么呀？能够得到仨老太太的爱心。程程，哎，您说，我可不白亲，您说也不白挨亲啊！我先一票通过，通过了，好。是这个啊，其实，在伟健上去亲之前啊，我还说句真的，这个是有默契啊。我在心里想过，结果没想到你就敢于去实践它啊。就是我肯定是，不管是这个有没有被亲，我都会让他们过。哦，来，郑姐姐，看你的了啊。三个疯老太太可以下去了，让你们通过。好，通过了。我问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哈，看着桂娟姐刚才说了，我们这小孩仨小孩特别疯，啊，您觉得呢？今天三个小宝宝的这种组合特别好的一点，想跟大家说，就是三岁以上的孩子就有了这种交往的需求，特别需要跟小朋友们在一起，而在一起呢，就可以锻炼他的很多社交的能力，是与人交往的能力。所以爸爸妈妈在三岁以前就可以给孩子培养一些好的人际交往的习惯，比如讲礼貌啊，守规矩啊，学会分享啊。等他到了幼儿园以后，他就会，哎，很多小朋友喜欢他，老师喜欢他，就自信就起来了。对对对，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就老百姓的话叫不杵窝子。对。对对对，长大以后可能社交能力会更强，这样的话人际关系会更广。对，我们在这样以后呢，交朋友的空间更多，那以后呢，好好发展的空间也就更多。对，我说完了，明白吗？明白。明白。总之就是你们三位特别好，好不好？好。过关，来去领你们通行证，来。一次啊，还要登台的，你们通过以后，下一次要有一个新的。表现形式给大家，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下一次演得更好？吓我一跳啊！好，不错，继续努力，好不好？来，一下。梨园春花儿朵朵开，戏曲夏令营首场选拔顺利告捷，龚路遥、田园、曹冰洁、牡丹组合、张红岩、张雪珂六朵小花脱颖而出，叩响梨园春花儿朵朵开决赛的大门。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河南卫视梨园春的花儿朵朵开。同时，我们河南卫视倾力打造的汉字英雄已经在7月11日和广大观众见面了。于丹、高晓松、张怡武三位评审倾力加盟，所以每周四周五晚请大家关注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再见。